2023年属蛇的生肖运势，属蛇今年有贵人星和驿马星降临，属于贵人之贵的格局，就是要当别人的贵人，帮助别人以帮助自己，提高自己的气场，所以要慎选帮助的对象，经常注意长辈、长官和前辈的困难处，这是你施出援手的好时机。今年你帮人，过两年人家就回来帮你了。驿马星则有利于异动、换工作、出国旅行、出差或改变工作方式，读书、考公务员或考研究所都会有好成绩。凶星方面，今年有上门和飞廉，不要去探望商家，也不要当和事佬调解纠纷，容易公亲变事主，惹得一身腥。感情运好，多参加活动可以增加桃花运，出国旅行也可能遇到恋爱缘分哦。祝福属蛇的朋友们，兔年行大运。